回来了，小兵哥。你不自己问他？面对面，什么都说不出口。你们父女俩就是嘴硬，既然是真心话，怎么会说不出口呢？爸，你都做砖做了一辈子了，早晚都得退休，不就也希望我有一天能照顾你吗？退休？记得，记得，我们小时候在这儿罚站。好怀念那个时候啊！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最开心了，无忧无虑的。现在不开心吗？关了砖厂，这些工人怎么办呢？做人不能光想自己啊！我只想自己吗？你会替砖厂想，你会替我想。我怕他老得太快，怕我长大得不够快。我叫他关掉砖厂对他好，为什么他还要继续做？你每天跟他一起工作，你应该知道他在想什么吧？想知道，你去问他。